中信兄弟年度感谢祭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热闹登场，不仅本土教练以及球员全部出席，活力十足的 Passion Sister 也亮丽现身和球迷同乐。现场涌入大量球迷支持，黄协人的热情丝毫不受球队今年未能晋级季后赛影响。希望你们继续加油，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们。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兄弟的精神啊，因为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发生过这么样多的事情哈，那继续支持是因为兄弟的精神。就是不管输赢，我们永远都是支持兄弟，然后我们永远都是黄雪人。中信兄弟今年上半季陷入低潮，即便在下半季展现顽强拼劲、急起直追，仍旧以全年度48-1和71败、4-03的成绩无缘季后赛。不过黄山军人气依旧高超，让阵中球星特别感谢。是，其实中信兄弟的球迷还是依然还是最多的嘛，所以谢谢他们今天可以到场，来这边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球迷感恩会。然后是非常感恩谢谢他们，非常谢谢各位球迷的参加。那我们明年会重新的振作，那希望明年能够跟明年这个时候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属于中华职棒最高荣耀。不离不弃是我兄弟，期盼在休赛季的苦练过后，中信兄弟能够持续进化，在球迷热情支持下，新球季再度迎来皇朝盛世。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